手自一体螺丝刀，正反两用，前面带灯，家用维修可以整这么一把。拧螺丝不用倒手，非常轻松，而且动力十足。安装钻头可以打孔做手工，佩戴各种各样的坯头和钻头，有这一套就够用。不得不承认，中国的技术是真的发达了。你见过有哪个螺丝刀带有这么多功能？基础的十字一字螺丝刀，各种特殊的异形螺丝刀头，三角的、六边形的、梅花的、U 型的、Y 型的、六角的和五星螺丝刀头应有尽有。这个东西是不是你去五金店买的？啊，你看这个螺丝刀啊，用的时候呀，你转一下，倒一下手，转一下，太麻烦了啊！你看我这个，这是一款非常实用的电动螺丝刀，双层的收纳盒，坯头很多，很齐全，小巧的机身拿着得劲儿，可以正转，可以反转，动力很猛。螺丝拆卸、设备安装、平时维修、开孔钻眼都可以，自带照明灯，黑暗环境也可以使用。没电了，手机充电器就可以给它充电，自己备一套，使用特别方便。看看吧，前两天我说让你们再等等，再等等啊，老铁说啥也不等了，说都够便宜，不等了。跟你说，我的妈，你就闭着眼睛搂就完事了。这个厂家为了冲刺总排行的销量榜啊，多少钱你们自己小黄车去看啊，别说你不信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。想都不要想，赶紧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今天呢是补贴给大家，这个是良心推荐，买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有多好，超长售后啊，如果你收到之后你不喜欢，随时给你退啊。今天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，大家如果觉得好买它，点击下方查看详情抢购。